来家里修理，我就是印刷部三个人王，看着少年家，你家就是多利国的王子咯。王掉，我正是多利国的少主多少天，你是多少天？看着少年心肺，啥子眉毛清飘，这个好功夫好本领，世世马上威风凛凛。也过你爱了解，今日兴兵来到此地，攻打我金沙国。金沙国一党多年国，多年以来，拢是以和平为地标。现在你攻打而来，请问我国倒位在你得罪是？爹妈，严哥，以后我有雄心壮志，我要平吞天下，现时只差你金沙国，我要将金沙国所有一统的百姓向我称帝，爱我对你称帝，哼！少年人住这个所在，竟然开言大口，爱我住这个所在对你尊重，就凭你毛头小子，我希望你放弃这个念头，以你这款讲什么伤心霸气，未输过那儿童有心甘愿。你的故事在外面，我早就已经有耳闻，好道好心一句好道。无人了解，也阁无法度渡过我的迷茫。我今日亲身离家来到这，就是好言要相劝。你若是愿意，共款和平共住这，唔免年年为国内之事在咧忧心。也若是无这，今日恐惊讲，此地不必进殿，你会死在阵地。小巧，哎，你看起来，你已经是有年纪了。你绝对无可能是我的对手，只要你听我的建议，今若无吃，我不但杀你寸草不留，再处你的性命。哼，三两人讲四两话数。Thank you.
车轮战。